尊敬的诸位同修、诸位家人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啊，是12月6号，白天没有讲，我们晚上呢，把故事给补上。话说，春困秋乏夏打盹，睡不醒的冬三月。老宋啊，似乎也进入了冬眠状态。白天呢，精神欠佳。于是乎，我们晚上补一个，期待呢，作为同修能够喜欢。我们冷，我们的祖先也冷。近来啊，有好多同修委托老宋呢送寒衣，也有呢不可思议的感应。比如说有这么样一位同修，他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孩子呢感冒发烧，另外一个孩子呢比较健康。他就在想，是不是两个孩子送一份就好，因为他们似乎在今生有共同的祖先。实则不然，今生我们有同一个血脉，可是前生呢，大前生呢，无量劫呢，也就是说同是兄弟两个人，或者同为父子两个人，在送寒衣的时候来的祖先也各不相同。今生的有重复，前生的各不同。这个重复啊，是指比如说孩子的爷爷就是孩子爸爸的爸爸，这样重复了。但送寒衣会不会重复掉呢？不会，菩萨呢会合理安排。比如说孩子的爷爷已经得到了寒衣，那孩子的父亲再来送寒衣的时候，就不会再分配到孩子爸爸的爸爸。听起来挺绕口吧？也就是说不会重复送，每位祖先呢一件寒衣，好确保呢每一个有缘的祖先，福德俱全的祖先呢都能有一件温暖的御寒的衣服。我们暖和，家里边呢又是地暖，又是空调，又是火炉，又是壁炉。可是这些恶鬼道的祖先呢，他们可能什么都没有。好了，我们接着上边那个故事。就是这位同修呢给他生病的孩子的祖先送了10000件寒衣，他就想了，生病吗？优先送。那个孩子不生病，那个孩子可送可不送。接着神奇的事情就发现了。什么神奇的事呢？就是生病的孩子送完寒衣之后怎么样？好了。可是没送寒衣的那个孩子，就是没有为那个孩子的祖先送寒衣，结果怎么样？发烧了。
神奇不神奇啊？一个刚好，一个马上发烧，一个前脚，一个后脚，就是同一个晚上，或者前半夜，或者后半夜，他写的反馈很清晰，但是老宋呢，讲故事的时候呢，又容易忘记。结果大家也能想到，他自然又给另一个孩子的祖先送了寒衣，那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，都好了。这就是我们心念的作用啊。我们有一位同修在遥远的新疆，他参加了我们免费送寒衣活动，他念了很多的佛号，我们当时说100声佛号送一件寒衣给某个对应的有福德的祖先，他念了数千声，自然有几十件寒衣赠送。但是也有的同修呢，压根儿就没怎么念，纯粹是东郭先生。那么结果怎么样？东郭先生的祖先就来找他。你的发心是给祖先送衣服，但是你没有念佛，佛宝君没有办法给你送，那祖先自然会要他啊。其中的一位同修就是这样了，不念佛，好像就念了几声，100声送一件，你就念那么几声，就像瞒天过海，结果祖先没有得到温暖去找他，他很害怕，连续几日，最后赶紧搬家，搬哪儿去了？搬宿舍去了。搬了宿舍怎么样？老宋没有看到反馈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我们接着聊新疆的这个同修。新疆的同修他认为念了很多，就想啊，反正我是念了，我比他们强，我是坚决不会去付费送寒衣的。这个付费送寒衣啊，一定给大家交代清楚啊，可不是说老宋要敛财怎么怎么着，是因为好多同修因为免费送寒衣的时候不好好念佛，敷衍了事，结果呢祖先来找他麻烦，我们呢于是请示菩萨，菩萨呢慈悲开示说啊，给祖先的这么一个穿寒衣的机会，给后世祖这个儿孙呢一个做功德的机会，祖先有我们今生的父母尊长，也有我们前世的父母亲人，他们曾经养育我们，这也是我们报恩的好时机。当时菩萨开示0.02元送一件寒衣，也就是2分钱送一件寒衣。管理员同学们呢很震撼，觉得呢不可思议，太实惠了。
花钱送寒衣，新疆的这个同修呢，没送，说我是尽力了，我念佛了，祖先你得不到，不碍我事。当他有这个念头的时候，是不是对这个灵界的事情，他也是半信半疑啊？大家猜想是不是？是，因为他后来写了一个反馈，老宋呢还发在了朋友圈。所讲的每一个故事呢，我们都有原型，都必须是真实的，不能伪造，不能去编造。他不相信，或者是对灵界半信半疑，也压根儿呢不会相信说祖先能让他变冷，因为在他那个地方暖气很好，被子呢很暖和，家庭条件也很好。加上他身体也很健康，觉得呢即使祖先来找他也未必会感受到冷。一个念力，一个念头，瞬间是尽虚空变法界。结果怎么样？念头刚起，当晚祖先就来到。次日晚上怎么样？被冻得瑟瑟发抖。难道是暖气停了？难道是家里边的空调坏了？难道是被子不热？非也，是祖先呢给他一个警示。结果自然大家能想到，就是他委托老宋给祖先送了寒衣，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，他的祖先也开心而去。给祖先，给历代的宗亲父母送寒衣，不是消费，是投资，舍一得万报。我们抛开这么功利的思想去论，最起码我们用最容易的事情表达了我们一份感恩。让他们实实在在的怎么样感受了温暖。还有一些同修送了寒衣以后，他自身就有感受，祖先穿暖和了，他自己身上也变得暖和，着实不可思议啊。灵界的事情非我们肉眼可以窥其万分之一，讲科学研究，这个世界我们能了解的可能说5%还是多少，我觉得5%都不到，1000%都不到，甚至1000%都不到。科学称其为暗物质，其实无所谓明暗，这个暗只是我们肉眼不可知，称之为暗罢了。大家想是不是啊？有的同修会在想，老宋啊老宋，你真的能将寒衣送给祖先吗？放心，没有问题。老宋不敢杀此弥天大谎，
今天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同修的忏悔，他在7月几号参加了一次法会，当时为了让老宋帮忙超度他的冤亲债主而发了大愿，就是要写一篇见证文，见证法会的殊胜，来劝化更多的人举办这个法会，干嘛呀？超度那些孤魂野鬼呀。结果怎么样？失信于灵界，7月的事情，现在多少号啦？12月6号，怎么样？可能才将这个感悟文交上来。感悟文的开头就描述了这么几句，说这么长时间以来经历了好几次车祸。我们不敢说，这好多次的车祸就是那些冤亲债主的捣乱，但是我们也不排除。为什么？是有案例的，因为你失信于那些灵性，因为你写这个感悟文才有足够的功德，他们得度。你不写，以为怎么样啊？以为他们都去了佛国了，是不是啊？不会找你麻烦啦？非也，老松在故事当中强调过，有些众生是可以去佛国的，有些众生只是拿了元宝，在法会当场和你解怨，解怨。还有一条就是需要你有功德，有足够的功德，就是你写忏悔文。你不写，失信于人家，导致人家无法得到超脱，怎么样？就会找你麻烦。很神奇啊，7月到12月连续多次车祸，我不清楚这位同修为什么不早点呢？出第一次车祸的时候就赶紧写呢？为什么会等到现在呢？还是半信半疑，还是想取个巧，投个机？殊不知啊，因果可怕，在灵界。说话是要有信用的。你没有信用，在灵界无法立足。在我们这个社会，人界你也无法立足。每次法会超度的众生越来越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守信用，我们做到了，兑现了自己的承诺，我们有办法让这些灵性来，还要有办法让这些灵性有一个好的归宿。所以真正的举办法会，真诚发心的同修都是非常棒的。如果你盲目的招请来了以后呢，又丝毫没有办法去帮助那些灵性，那只有倒霉的是自己。所以我们呢要慎重。对灵界的承诺一定要兑现，这个老师比大家更明白更清楚，所以呢也请大家放心，只要您委托老师尽全力完成，而且
100%的成功。祖先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，都曾经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和帮助，它是我们的根。我们不应当忘记，也不可以忘记。昨天晚上，老兄啊，突然想吃火锅，因为天冷啊。此时此刻呢，又想到了自己的无量劫的祖先，怎么样啊？可能也有很多在恶鬼道，在忍受饥寒。于是我就想以功德力请这些祖先吃顿火锅在灵界。具体怎么做到的，大家也不用去揣测，你也揣测不到。但此时此刻了，我又想，管理员每天奔波于法会与家庭当中，还有自己的工作，还要辛辛苦苦服务于诸位同修，我感恩他们。我就想啊，也请管理员的祖先吃顿火锅，请多少也不敢请太多，咱们不能把自己来报销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刚开始说我要请100个，后来呢，觉得100个太少了。于是改成每一位管理员请10000个，啊，请他们的历代祖先。最后啊，刹不住车了，一共请了9000万的历代祖先，然后请他们吃了顿火锅。当时很有趣的事情，天眼见证人告知说，我奶奶的奶奶的奶奶这样说，对我说哈，说孙子的孙子的孙子，你好好表现，就是好好努力，好好修行。然后很多前世的祖先也给我们管理员留言勉励，大家吃得很开心。在天眼将要休息的时候，我就问了各位祖先吃得好吗？阿弥陀佛慈悲开示告知我说，这些祖先们呢吃得很开心，不舍得离去，这个供养祖先的这个活动呢可以持续到明天，也就是今年。恶鬼道啊，他们有的时候数天无法吃到，有的时候数年，有的是数十年，有的是数百年，有的是数千年。他们今天吃了这顿饱饭，下一顿在哪里，我们不清楚。管理员同学们很开心，开心的是有这么多的祖先
吃了一顿饱饭，也很难过。难过的是有这么多祖先还没有到达出苦海的机缘。我们请祖先吃火锅，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其实很多管理员身上变得很暖和，有的管理员后来才发现群里边这个事情，进来一看说，哇，怪不得身上突然变暖和了。我们的组长临经同修，直到今天为止，关节处还是暖暖的，非常的舒服。我们请祖先吃火锅，祖先暖，我们暖。我们给祖先送寒衣，祖先暖，我们暖。有一种风水是，过世的人如果那个坟地所处的位置好，那他的家怎么样就会好一些。这个是真实的，虽然老松也不建议大家去满山遍岭的去找风水宝地，因为真正的风水是我们的修行，福报提升了，自然怎么样会感召风水好的地方。那么我们今生的祖先或者前生的很多祖先，他们好了，你会不会好？会。这个是我们供养祖先当场身体变得很暖和。还有一个案例，就是一个同修好像是找工作还是怎么样，有这个案例哈，马上想可能脑子有点短路，大家可以在这个反馈的这些截图当中去寻找。他就是给祖先孝敬了10000件寒衣，结果呢好像是工作找到了还是怎么样，总之呢出奇的好，超乎自己的想象，也就是说那件事是在自己意料之外的，如果是顺理成章他不会想到这儿。所以啊，爱我们的祖先就是爱我们自己，爱我们的祖先就是爱护我们的未来，因为我们的儿孙就是祖先的花果，我们的祖先就是孩子们的根，根深才能叶茂，根枯了我们能过得好吗？皮都没有啦，这毛还能存得住吗？有时候啊，会给说一些事，告诉大家这些功德利益，就好像佛经当中会有很多功德利益是一样的。
输一千道一万，还是先以利牵引，再令入佛智啊。因为前生的祖先怎么样，你已经忘却，往往很难生得起孝道，往往很难生得起感恩之心，于是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劝勉大家。孝敬祖先，供养祖先，我们能不能变好？能，这是真实的，老孙也没有妄语。但是大家要记得，我们真实的含义想让大家生恭敬心，生感恩心。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可能做过另外一个众生的父母长辈，也可能做过另外一个众生的儿孙，也可能做过妻子，也可能做过丈夫，也可能做过朋友，也可能做过敌人。我们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亲人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我们的心量就会越来越大，我们的修行就会越来越好，我们离极乐就越来越近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呢，就分享给大家，分享到这里。预祝我们的同修祖先都能往生极乐，预祝我们的同修今生都能够出六道断轮回，也预祝我们每个人吉祥如意。在这个冬天，我们不冷，祖先不冷，大家都不冷，让佛法的光芒照耀我们每一个人。感恩感谢阿弥陀佛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同时也愿以此功德回向给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回向给那些支持佛宝居转发小故事，便能精进共修的诸位同修，家庭和睦，生活幸福。回向给所有和佛宝居有缘的同修，常行善事，常修正法，精进念佛，早日出六道，早日断轮回。南无阿弥陀佛。